朵青龙，开阔明亮，虎鞭不压迫，虎动 ，OK， 宽敞。唯一小小的，就如果吹毛求疵的话，就是前面不要太多的杂物，因为我们走路喜欢平坦的未来，平顺的未来，这叫做小石头。你不带小石头，你是大石头。脚石都是大石头吧？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小石头，这边的才是啊，因为左右边的没有看到前面时期，对，就在晴空就好啦。没有财位啊？没有财位吗？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两边哦，哇，见空。而且你看这边也是见空，这边也见空，那边是入口，那边是房间的入口，所以整个来说是。财不聚，财散的不聚。那个小小的 L 型不能算吗？要有一个门的宽度才算一个财位。他有认真在引导。就算是财位也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财位垃圾横生，反而会破财。我们很怕床后有窗或门，那这个门边或窗边都会有风会进来，会造成我们睡眠不足、精神不济、判断错误，会有严重的晃神的现象。